奇经，这里感觉很赞哎。对啊，师兄，我们是不是来过？我们来过，这是那个新的地方。在当时新的时候，我怎么也觉得我好像有来过。然后我们进来找，就是游客没有，那是另外一边，那是另外一边，那个是博尔，对，那是博尔的，博尔很长得有点像，长得有点像，这边也是像港口这样。这边是谁介绍的？这是奇经。哎呦，厉害哦，厉害哦！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这地方感觉很厉害。这边是金鱼巨物所，这个是位于虎山鱼市场里面。然后呢，它是以生鲜超市为概念。有很多的海鲜跟肉片，然后你可以在这边挑你想要吃的食材，然后到中间这边有个很大的料理区，然后它可以帮你煮成锅物。哦，除了锅物之外，这边也可以点到烧烤，而且这边景很好哎，后面有那个渔船可以进。对而且因为奇经这里哈，奇经这里的海鲜是最有名的。高雄人，我小的时候最期待就是我们家的阿公阿妈讲说，啊，那拜你去吃海产。他就知道 Vicky 基丁，就是来奇经这边哦，只要是好享受一番，非常好吃。对，椰蝦啊，虾子啦，龙虾啦，对对，都有。然后我们在那边吃也开心哦，就便宜很多。然后小时候最喜欢怎么样？像欧多麦基准点在渡船，然后再把摩托车骑到奇经。小时候你就骑摩托车上去了。回来蛮窄的。哇，这么加班加，我蛮想要砍松台语，有没有？然后自己讲台语之后就，我这么加，这边现在也可以骑脚踏车。我上一次来玩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在外面租脚踏车，然后从外面这边一直骑，然后骑到渡轮，然后再过去。好地方，很好玩。对，但是现在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现在其实是时间是6:55，已经快7点。今天的截止时间是。23:59，现在6:52嘛。对。目前按战术已经破26,000。有吗？有吗？有啊，5天加起来，对不对？对对。我们还有一天，还有1小时。可是我们要破50,000才有，明天才有20,000，还有5小时呢。五位播没有人知道。我们今天早上都还没有出动。我们今天早上9:10就开始到现在，还有大家其他。应该是下班时间会有一波，压力多大？2万，你们两个到现在都还没有，我们已经扛下了2万了，剩下2万是你们。我们的想法是想说，等一下全部都发以后，我们再来通知大家。好，就说今天有这6天，就按一次按，还有这个因为前面的话，你变成只按2天或3天。那你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前面做就多做了？所以你们意思就是说，你们等一下再做一次。哦，大家在直播，再宣传一次，好像也可以，也对啊。我觉得其实眼镜对眼说还蛮合适的。我以为我忘了，我晚上了，眼镜你眼镜可以拿掉来，拿下来，拿不下来，这眼镜下来好适合他哦。我就转过头来看，我说，哎呦，我这眼镜好适合你。其实你在。这样框式的眼镜，我回去找一副真的这样圆框的。你要去定制，定制，你要拿这个形状去定制一个一模一样的。那反正餐我们帮你点好了啦，然后不够你们可以再自己点。不够可以自己点。对对对，我们就直接吃餐这样子啊。对，吃餐反正要等嘛，我们先玩游戏。又玩，这游戏很容易啦。好，来你说说，我听听。啊，10个人嘛吼，全员要进行波波摸很重要，台语买通，要翻声母牌之后，向民众或是店家借台语声母自首的人或物。台语声母，比如说歌，歌就给白。高雄可以吗？好，那赶快过来，来，准备。那上道具了哈。好，哦，哎，这个是团结赛，我们大家要加油。圈圈这个排法是
比较懂台语的会比较在前面。对，因为我们最后是嘉豪跟那个贾斯汀，没有，然后我们可以帮他们嘛。哦，你有稍微穿插对不对？我们把近的区域留给后面。好，然后第二个就是因为可以互相帮忙，你刚才讲，对，所以我们可以讨论完再出发。好，这个区域东西很多，所以最多去两次。有，我们要留给两个，最后两个，那很多。然后再开放一个形容词，好笑，也算通过了。好，十分钟哦，来。好，计时，一样你们看哦，加油，开始。回击，蛤蟆，太快了吧，蛤蟆，这边有没有蛤蟆可以借啊？有没有蛤蟆的回击？有没有回击？冷冻回击，好，回击回去借一下，借，花枝虾百克，你看我。来来，回击黑白，好回击 ，OK， 赞，好，下一个，快，翻。冰我先帮你的。对，还有我要来多虾，多虾意犹未尽。来啊来啊来！来来来，冰糕，好。冰糕白菜，这么。我来。放那个。我来。下一个，等什么？小明。刚讲了。冰那个，请问你有冷的东西吗？冷的东西，随便一个冷的东西，我知道，冷的，这个亮哎，管他的，等一下，那乌龙是不是可以摸西？两个也是冰的，一没有熟的东西，摸西的，石梦哲，你这修汤修汤的厉害，亮哎回击中。霸包算呢、啊？霸掌，还是你没有生的，没有煮的？啊，可以，来了！好，来了！什么？他拿什么？力，魔珠为霸掌。没有煮的吗？没有，对，好，不吹了，不，来，很好的，再看，不吹了，一个字不吹吧。好，怎么讲？好，开始，好，好，是歌的歌，空吧，我都快走了，有卖可乐吗？扣了，怎么可乐这么难？扣掉！回来！找人家扣，等下来这蓝山啊，一样啊，随便找一个就好了。扣，等下来这蓝山。请问一下，你有那个铜板吗？你有放在裤子？你有裤子吗？你有口袋吗？请问一下，你有裤？那你可以跟我来一下吗？你不要这样，快点！去啊！谢谢！好，来！从口袋
生出来的。赢钱哈，后天要来对男生。后天要男生。可以可以。过关过关。够完，对，够完一定有。请问，你是高雄人无？你是高雄人吗？你有在对我过去吗？你可以跟我过去一下吗？对对，身份证。你有带身份证吗？有。耶，太好，可以过来一下下吗？耶，太棒了，没关系，谢谢你们。谢谢。我要给你吗？什么？大杯子，谢谢哦。来啊，邓老师，来，这个咖啡，什么咖啡？那个台语的咖啡，你是大杯的咖啡。大杯咖啡。哎，上大杯就对，上大杯就对。Go！到时候鸡，这边，你们这两个人这一区最近的，救啦！哎，救！随便酒，随便酒都可以。好，酒都可以。那是随便酒就买菜。你没有要喝，不用选牌子。那是类别。酒，有酒。酒是不怕，你是死命。好，加水。贾斯汀。西。哦，西。小卷，小卷，我是西瓜。西瓜一咖啡，小西打。那是西打，西打可以吧？西打对啊，西打是国语的。啊，你们台语不是讲西打？我们台语讲西打哎。那现在小卷，你去找一个女生，小姐，对，你最常在做的事情，谁休假？几个休？两个休假，两个。休假，9分17，哎呦，那不错，哎呦，但其实我们从第二个冰缸之后就开始歪楼了，那无所谓，但是很创意的表现。休假，怎么样？可以吧？哎，我们要给自己掌声鼓励。我觉得我们很厉害哎，我们要给他们的，我们就通力合作。而且我跟你讲，科可以任何东西都可以找回来。只要你放得进扣袋啊，都可以叫他来。扣袋啊，内底会机枪；扣袋啊，内底会马掌；扣袋啊，内底会冰夹；扣袋啊，内底会雨伞。不用转猪猪耶！哇，这个我们这个旅行团这样实在是太开心了。对，我们期许每一集都是旅行团。没有，我们
好，那我们就趁这样拍照吧。好，拍照，丰盛，很丰盛。之前先讲一下，现在是7:40，已经突破28000的赞。哦，还有两万，有点慢哎。好好，先拍照吧，先拍照，先拍照，拍照。来，拿走。都在等这一个，都在等虾，对不对？嗯。哦。嘉豪有没有很开心？嘉豪。哇，很好。到现在还在饱哎。到现在还在饱。哎，他的松板猪也好吃哎。他松板猪已经把肥油都剃掉，剃得很好。那我们等一下要各自再找时间。直播一下，把直播，然后把今天6篇的文告诉他们一次。哎哎，各位来宾，除了我们5个以外，按赞不是只有我们5个人的事。嗯，好，你麻烦你们等一下也要处理一下，因为剩一点点时间。完结，好。然后我们在12点之前，我们都不会睡觉，我们会看那个按赞数，会很诚实的明天跟你们讲，到底有没有过50000赞。哎，来鸡丁这样吃还不错哎。你看开始吃这个烧烤，然后。如果你自己有想要吃的海鲜，你可以直接买了，请他在这边帮你现场做成锅物。对，又有烤的，又有锅物，我觉得这样的服务很好哎。所以有时候你去餐厅不见得那个海鲜拼盘来的是全都是你想吃的、啊。对，嗯，对不对？这个你可以买自己想吃的，然后也不用拿回家再重新熬汤，他现场就帮你做，调味也调得好。对啊，我觉得这个这样的服务很好。